他们听到2020直播这个半程马拉松，我们的在今年之内直播票价来准时6:30，我们将开跑了。今天呢，配合这个中央情防疫的活动，那么全程在现场都需要佩戴口罩。那颗才是最美丽，是不是绞尽了脑筋？谁都难说清，不相信，包括了那些黑暗的禁区，我们看不到的天际，你会有光闪亮无比，正等待着光临，不断的练习，加倍的努力，在舞台的角落里，偶然的回忆，寂寞的哭泣，留下青春的足迹。请答题，那些被仰望的繁星，还有看不到的星星，到底有多少的差异？你能否说清？我怀疑，或许是太遥远的距离，还是天空布满乌云，它的光彩无法降临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？再不能够任性，再不能害自己，告诉现在的自己，再用尽乐观，再继续努力，打败不安的情绪。